这可过瘾呐、啊！把彭大头给干掉了，那咱们红军就少了一个劲敌啊！哎，咱们休息一会儿，该回去了啊！老大，咱们在这儿自由自在干的挺好，不用回去了。什么意思啊你？咱们在这儿不也是干革命？你滚！我们现在是红军战士，要遵守纪律，完成任务就要回去。可是，咱们再等两天。现在还没有玉慧姐的下落呢，我这心里头不踏实。这等也是等，不等也是等。石头，我现在越来越不爱听你说话。不是，哎，我又怎么了？我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。四华，还在看书呢，要好好休息啊。嗯。你跟我现在是奉上峰之命成立了反共戡乱总指挥部，我现在是总指挥了。从今以后我终于可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再也不用缩手缩脚了。哥，可我觉得你现在真的应该仔细地分析一下形势，不一定要把眼光只放到我们赤水河和潜山地区，应该从全中国的角度考虑，也许你的看法呀就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啊？其实这很简单，只是人心向背的问题。虽然蒋家王朝现在占尽了优势，可这只是表面现象，它背后的危机四伏，这才是我们要看清楚的呀。历史上的改朝换代，只有识时务者才能抓住机会，才能笑到最后啊。你还小啊，这些大道理是应该我讲给你听才对啊。四华，等你伤好了，哥打算让你帮我做点事，也算是你对家族培养你多年的一种回报啊。哥，我不。四华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不想跟你大声喊，有时候不管管你的确太不像话了。什么是识时务？我现在就告诉你真相，抓住眼前是最重要的，没有今天怎么会有明天呢？好了，我不想跟你再吵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小姐，大少爷也在。父娘来得正好，跟我出来一下。哎，大少爷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大少爷，你说话呀！罗凤娘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该瞒着我呀。我有什么事瞒你呀？我哪敢啊！马喜才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你脑袋在哪儿？你总该知道吧？知道啊。嗯？知道，我知道了。
脸，不好意思。马启德还没回来。哦，还是那点事儿，出去好一阵子了。哎呀，我老觉得要出事儿，鼻子老跳。啊？左眼还是右眼？右眼。哦。马启才，只要你说出李铁杆的下落，你就一点苦头也不用吃了。我不知道。你真的不肯说？鬼鬼，我肯定不说。那我要是用这个抽你呢？你也不会说？不说，我急死你！我。这个好色之徒啊，就是你这个花花肠子坏了你的事儿。我要是用这把刀割了你那玩意儿，你也不说。鬼鬼，你王八蛋你！说不说？我鬼鬼，你割了我的鼻子，割耳朵都行，你别割老子命根子。马老二，我告诉你，这由不得你。你要是不说出李铁杆的下落，就是你自己不想要自己的命根子。我说。那个李铁杆在后山的山洞里。好，好，好啊，马老二，李铁杆在哪儿对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给我带个话，告诉那小子，我谷家养的狗不允许他随便乱咬主人，不然的话，他姐姐的死就是最好的警告。什么？玉慧姐她死了？怎么，你好像很怜香惜玉嘛？她当然死了，老子一枪毙了她，她死得很痛快，一句话都没留给李铁杆。李铁杆这回是彻头彻尾的孤儿了。你给我记住，把话给我带到，听到了没有？玉慧姐死了吗？真的死了吗？古月桂，你狗日的混蛋，王八蛋！妈呀！来人，带走。铁杆哥，我们真的不管马启才了。没关系，他要没事会自己回去的。哦。哎，队长他们呢？怎么不见人影？奇怪了，是不是转移了？走，找找看。老赵啊，
要是铁杆他们回来，找不到咱们可怎么办呢？那可就……别着急，再等等。我看，咱们还是回原驻地看看吧。不，现在不行。不许动！哎呦，别开枪，是我。哦，是铁杆啊。啊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到底是当地人，这么快就找到新驻地了。啊。那部队现在驻扎这儿啊？是啊。哦。走。哦。政委，是铁杆他们。哦。铁杆。哎。政委，队长，同志们，继续休息吧。铁杆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哎，这太好找了，我们小时候老在这玩。铁杆，四化安全送到了吗？放心吧，送到了。好。站住，不许动！哦，喜才同志啊，你们，咱们部队找到这个洞里来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哦，喜才，铁杆哥，干什么呀？慌里慌张的，大哥，怎么了这是？哥，你过来，来来，什么话你就说吧，快过来，啰里啰嗦。石大方同志，你过来一下，我跟你聊一聊。哦，哥，狗日的古月桂。他把玉慧姐，他把我姐怎么了？哥，你狗日的古月桂，他说要让你家破人亡，谁跟他过不去，就是这个下场。你快说，他把我姐怎么了？狗日的古月桂，他把玉慧姐杀了。古月桂，哥，铁杆，铁杆，我们了解了这次行动的详细情况，对你们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石大方同志，你表现不错，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先锋战士。这马靠鞍，人靠帮，我一定听从赵队长和政委的指示。嗯，好。说得好啊，我会严格的要求你的，咱们一定要经受得住更大的考验。哎，走开，马喜才，大哥，铁杆哥，铁杆，走开，哥，铁杆哥，铁杆，吴月桂，铁杆，铁杆，杀了你，吴月桂，我杀了你，铁杆哥，杀了你，我，喜才，吴月桂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队长，政委，狗日的古月桂。把玉慧姐给害死了，铁杆，铁杆，我们都很同情你姐的遭遇。这个仇一定要报，古月桂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相信我们，铁杆。姐，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答应过照顾你。你到了那边，多陪陪爹和妈妈。玉慧姐，你好好安息吧。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好好的待你。铁杆。节哀吧。
政委。石头，你帮我看着点铁杆，他这两天情绪有点不稳定。哦，我知道。总指挥，您放心吧，小姐的病很快就会好的。谢谢啊。四华，听到没有？你很快就会好了。嗯。四华，听大哥的话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要跟着我。大哥不会害你的。四华，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为什么在大哥你的心里，许多人和事都是阴暗的。哎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你了解的越多，就越觉得黑暗。好了，大哥先走了。哥，你的想法不对，我觉得恰恰相反。小姐，大少爷，冯娘，好好照顾小姐。哎，小姐，该喝药了。来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这金枝玉叶的身子，参加什么红军嘛？还要打仗？太吓人了。我现在才知道啊，这扛枪打仗真不是好玩的。不过你现在回来就好了，以后啊就不要去当红军了吧。我就是想去，我哥也会拦着我的，但是我不去，我就会被活活的闷死。你要再去的话，搞不好真会把命给丢了。也许吧，但在这个家里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哎，等四华的伤好了，我就把他送回汉口。你是什么意思？四华也是这个意思吧？他一直任性胡闹，还参加了什么红军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把他送走。他任性，也由不得他。你就不能把事情做得顺其自然一点？非得搞得谷家鸡飞狗跳你才满意？鸡飞狗跳？这个家还能安宁吗？你希望这个家安宁过吗？二姨太走了，王顺和死了，现在的谷家所有的财产都攥到你一个人的手里，所有的人都看着你的眼色，吃喝拉撒。我想问你，你想我怎么做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
二太太，不要叫我二太太。二太太是谁？二太太早就死了，以后就叫我银秀。二太太让别人听见了，寒碜。快别这么说，您永远都是谷家的二太太。二太太，要不要我跟老爷说说，能不能让你回去？说什么？说我快要死了，好让老东西笑话我。不说，什么都不说。我会好好的活着的，我会活得好好的，我要活得亲眼看着古月桂下地狱的那天。真倒霉，新驻地居然选在了藏宝洞里。不知道那些东西让他们发现了没有。不行，我得看看去。原来是这样，欧阳，你说怎么办？老赵，你先别急，我去跟铁杆谈谈。铁杆，心情好点没有啊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你姐姐刚去世，但是你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情绪，不能做出什么鲁莽的事来。咱们很多战友的亲属，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，激励自己，面对敌人。玉慧呢，也是间接为革命牺牲的，我们大家都不会忘记她的。你说完了吗？铁杆，我说这么多就是希望你情绪能好一点。你说完了就赶紧走吧。铁杆，我说的你明白了吗？你要有态度啊。有什么态度？少在这啰嗦，走走。哼，欧阳，来来坐。李铁杆，又发牛脾气了。这个李铁杆，再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。
其实他本性并不坏，就是个性有点强。这不是个性强不强的问题，你看他，啊，这些是他们从彭大头那里缴获的珠宝，到现在都没有完全交给我们组织，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。他从一个无组织、无纪律者，转变成真正的革命战士。 也许真的需要很长时间，需要很长时间，多长时间啊？啊，我去找他谈谈去。这个李铁杆，老赵，你别总李铁杆李铁杆的，我们就不能说点别的吗？ 总指挥，徐院长官派人来了。顾总指挥，这批军火今天晚上就运到。太好了。副总指挥，从现在开始，命令全镇戒严，任何人不准出入。是。我古月桂又活回来了。只要这批军火一到，千山想不听我的，也不可能了。报告。进来。 单山，老子终于抓住他的狐狸尾巴了。来来来来，请请。哎，杨老板，哎，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外面怎么会大白天的那么多当兵的？是不是有什么大任务要来呀？ 哎呦，这位客官，您可把我问着了。我这一开小店的，只顾着养家糊口，挣点小钱儿。我这习水坊里来的都是客，我不管他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。啊，都说赤水河有什么大事小事啊，都是习水坊先知道。今天怎么了？也不过如此啊。哎呦，承蒙您夸奖，不敢不敢。 您要是问我哪家新开的布店里头来的杭州丝绸，哪个茶馆里刚到的铁观音，您要是问我这个，肯定是一个准儿。你们慢用，慢用啊！这赤水河要出大事了啊？怎么了？不明白啊？杨满春不都说了吗？老兄，那是机密呀。杨满春是出了名的大嘴巴，今天这事儿，他是滴水不漏。 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？哦，还真有理。咱们赶紧吃，吃完了赶紧回家。哎，哎，老板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？谷家一个人都没来。哎呀，小二，你这么好奇干什么呀？好奇啊，会害死人的。哦，思华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哎呀，我刚才出去转了转，给你带点药。谢谢哥。 但是啊，这些药估计用不上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全部都好了。哥，我要出去溜达溜达，我好长时间都没见太阳了。报告，什么事儿？团总，岳副官有事汇报。思华，到明天早晨为止，全镇子要戒严，你就乖乖的在家待着，不准出去啊。哥，全镇戒严，你还不让我出去，你有搞什么名堂呀？这是军事机密，你不要多问了。 我偏要问，你不让我出去，你要闷死我！给我看好他。是。哼，不让我去，我偏去。
要跟着我。哼！老板，拿酒。哎呦，看这谁来了？顾小姐，稀客稀客。听说你最近身体欠安呐？嗯。杨老板，拿壶酒。哎呦，顾小姐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这身体刚好，喝哪门的酒啊？哎，我说杨老板，这酒你打不打算卖给我？我在院里闷了好几天了，就不能喝点酒吗？哎呦，顾小姐，怎么不成啊？快点快点，上点酒。哎呦，顾小姐来了！哎呀，赶紧给顾小姐热壶酒，备点酒菜，听见没有啊？好嘞，快点儿啊！哎，顾小姐，不介意吧？哎呀，戒严戒严，我总算瞅个机会出来溜达溜达，后面还跟个尾巴，想甩都甩不掉。兄弟，哎，过来喝杯水吧。你看，这全镇都戒严了，只有您能走动。顾小姐，您居然还不乐意？哎，这叹气的是我们。顾小姐，这人跟人呐，就是不一样，不是一个境界呀。来了。顾小姐，你慢慢喝啊。嗯，您喝。嗯，真难喝。借酒浇愁，愁更愁啊。杨老板啊，嗯，我现在是不浇也愁。怎么样，铁杆儿有消息吗？我挺想他的。我是一点都不想，这家伙怕是以后不会理我了。为什么呀？还不是我哥吗？我哥骗他回去，说是我的意思。唉，他就不理我了。这到底怎么了？还惊动你大哥了？我哪知道啊，他搞什么名堂？他从来啊，也不跟我说正经事儿。郭小姐，听说你当了红军了，你很有魄力，我老杨啊，非常佩服。来，再喝一杯，喝。他这次啊，不知道要运些什么东西，每次从外面拉东西都神神秘秘的。哎，你大哥呀，看来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了。来，再喝一杯。我倒是希望没有这样的大哥。原来是杨老板啊！这么一大早哪儿去？各位兵爷辛苦了。别人知道戒严的事情，可我今天晚上有人订了一桌酒席，没办法，只好赶早去城里买点货。知道戒严你还敢出来？你好大胆啊！知道知道，还望岳父官多多包涵。您看我一个做小本生意的，好不容易有这档的生意，要是丢了，实在可惜呀，可惜呀。哼，你能出来，看来不少关口都已经被你打通了。哎呦，不敢不敢。您看，弟兄们经常到我的小店去喝酒，全都是熟脸，全都是熟脸。
看在你办喜酒的面子上，放你过去。回头别忘了给弟兄们摆上一桌。哎呀，那当然了，到时候啊，我一定慰劳各位，慰劳各位。谅你不敢不摆。走吧。哎呦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走。轻点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小心点，快快快！来了，昨天晚上辛苦了。本想让你和弟兄们好好休息一下，你也看到了，这事情太多，我们必须抓紧部署下一步的任务。谢总指挥体谅，我也想尽快让弟兄们操练家伙，这样才能临阵不慌啊。好，岳营副，我们这次的运输神不知鬼不觉的，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，的确是个重大的胜利。这完全得益于前些日子对青龙寨匪帮的剿灭，所以才占据了战略的优势地位。我们要巩固这个优势，要争取取得最后的胜利。是，岳某一定跟随总指挥，为党国竭尽本职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呢？没有。那个溪水坊的老板因为有人办喜酒，所以赶早出去办货。杨满春出去了？对，我早就怀疑过他。啊，去，马上派人到溪水坊。是。杨满春，闪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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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我！狗日的！我看你回不回来！回来，有你好受的！蓝同志，呀，杨老板，胆子不小啊，还敢到这儿来啊？我来介绍一下，铁杆，这是我们党的地下侦查员杨满春同志。您好。你是地下党的侦查员？是。
哎呀，老杨啊，有两下子，藏得够深的呀！我愣是没看出来你是红军了呀。要是每个人都看出他是红军，我们地下工作还怎么开展呢？哎，对了，这么说上次搞粮食，不是他出卖我的？啊，绝对不是。政委，白狗子在赤水河镇藏了大量的军火，看来是想和红军打一场大仗啊。那我们具体商量一下。嗯，走吧。这边说好。总指挥，杨满春不见了。天。